乳糜尿有人小便里头尿的，所以我小便怎么尿的跟牛奶豆浆似的？你尿完了放在容器里看，非常像牛奶豆浆一样，但是它跟饮食会有关系。有人会说，我吃了油大了就尿得多了，那么这就跟饮食明确的关系。实际上，乳糜在淋巴管里头，尿是肾形成的，本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一件事情。那么，第一个，咱们确定这个尿里头是不是乳糜，咱们可以做乳糜实验，可以查甘油三酯，可以确定它到底是不是乳糜尿，确实并不少见，那它一定会有这么一种病。